一局变幻万千，妙手精彩瞬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棋思妙想，我是王湘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取材于2016年三星杯32强双败淘汰组的第二轮比赛。那虽然是在这个32强，但是呢这两位棋手是非常的具有实力。黑棋呢是我们中国的小将范昱若四段，目前呢也是在世界大赛上是初露头角，但是实力非常不俗。白棋呢是我们非常熟知的韩国的名将李世石九段。各位可以看一下此时的这个局面，一开局大家都把这个聚焦点似乎完全就放在了下半盘上，也就是这个二分之一的棋盘目前是下满了棋。但是即使如此啊，这个棋还没有结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白棋这个子和这块棋这两边是处于一个对攻的状态。现在轮到白棋下，似乎我们的焦点都会放在下边这个攻防上，而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黑棋的这个角上，它现在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安全。很多时候我们下棋会在这个作为人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它会容易受一些固有的这种棋形所禁锢住自己的这种思想，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棋在我们的这种认知当中，它的这个下法是不会出奇的，因为你看到了一些基本的下法之后，不会继续的去再有深入的这种想法。但是往往当你跳出这个思想的这么一个条条框框之后再来看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实战的白棋也算是给这个年轻的小将范昱若是上了一课。我们来看一下李世石九段在这个黑棋的右下角有怎么样的一个手段。白棋点上来，然后黑棋挡这个棋，要注意现在如果黑棋粘上的话，白棋小尖，白棋只要在这边下出一个结征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算作是大获全胜，因为这个劫对白棋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无忧劫，它可以从这边再当做劫材去入手。如果走这个被白棋一粘，黑棋一扳的话，白棋就连扳过来，这样黑棋只能通过这个靠下来这样打吃跟白棋做这个劫的争斗，白棋无忧。之所以黑棋会认为这个棋是一块活棋，其实也是在基于我们这样一种常规的思考之下的结论吧。从这个形状来看，黑棋一挡，白棋还能在这个角上有棋可下吗？如果说断一个的话，黑棋一扳，白棋拐，黑棋再扳，白棋只有两口气，再多也尝不出来了。你吼一个的话就被黑棋一立，这边杀气杀不过。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形状上的一种认知，基本上可能大多数的棋手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图之后，就不会再在这个局部会进行过多的这个思考。但是白棋是李世石，他的强项就是在擅长啊，在这些局部上去考虑一些我们所经常会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对于棋形，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弱点，他的敏锐程度是非常高的。白棋看似漫不经心的一路一扳，使得这个局部会产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样黑棋不能脱先，它必须在这打吃。如果你走这个的话，白棋长打吃，
白棋还是可以一路翻打过来，跟黑棋称劫。但是黑棋打吃下来，白棋有什么下法吗？如果说在这边小尖的话，杀气肯定也是不能考虑的。那这手棋，这个交换给白棋在这个局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再来看断上来刚才摆的这个变化图。现在黑棋搬，其实当白棋实战点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注定了这个棋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白棋一拐，此时各位棋友应该已经看出这其中的端倪，就是白棋它可以强行的撑出一个劫，因为有了这个搬一个跟黑棋挡交换，而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先在这边断完了以后，刚才我们说点完了，如果你直接断，拐了黑棋一搬，你走这个黑棋它肯定是吃在后面的。所以才会有实战白棋先搬一个这么精妙的次序，走完了以后，黑棋一搬，白棋再吼，这个局部就变成了是一个黑棋有利的缓气劫。虽然是缓气劫，但是对于黑棋来讲，这个劫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黑棋只能先把劫提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棋，如果当时的白棋也是像我们常规的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去思考这个局部，认为这个棋就是点完了以后就是要断上来，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此后像实战这么精彩的这种故事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白棋搬的时候，黑棋还有其他下法吗？作为棋手的第一感，此时在知道了实战者的结果之后呢，会替黑棋去考虑一些变化，就比如说点上来，似乎从棋形上看起来很像这么一回事儿。不过白棋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挡住，这样你还是要吃。白棋再这么一断，这个地方的对杀其实是很精彩的。我当时在看这个局部的时候，也是反复的进行了一个演算，然后确认这个棋的计算是大概应该不会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偏差，所以才敢在这里给我们棋友们分享。因为这个局部，如果你在细节上面稍微有一步棋不对，可能整体的这个结果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如果黑棋提的话，白棋就虎过来，这样还是一个劫争。可能会有棋文，我团一个不是下一手打死你了吗？这就是著名的金鸡独立了，所以还是一个劫争。当时我在看到这个棋的时候呢，第一感是黑棋飞过来，不过也无济于事，白棋它就把这个挡住，这样呢还是一个，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说挡住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黑棋可以退。白棋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从这儿靠一手，这样还是会形成一个打劫，黑棋一吃，白棋一吃，提掉。这样跟黑棋实战来比，还不如后来的这个结果，因为这样就变成了景气劫。这些招法，黑棋飞，包括白棋靠一个，这都是其实我们在做死活题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形状，所给自己留下的这种第一感的这么一个经验吧。所以这个点看起来很像这么一回事儿，但实际上呢，也并不能给黑棋带来很好的改观。因此，实战黑棋打吃，其实
也可以算作是必然的一手。当黑棋提劫的时候，白棋呢就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是缓一气劫，也就是说，黑棋它可以有在外面拖一手棋的这么一种选择。因此，白棋在找劫的过程当中，更是需要去小心谨慎。也就是说，我们找劫才先以不损为前提，靠一个黑棋扳提过来。黑棋也很聪明，这样的劫才找得又顺手又不损，然后提。对于白棋来说，这个劫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它非常的轻，几乎可以算作是无忧。它就虽然被黑棋提掉的话，可能在目数上会损失几目棋，但是比起在外面，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布局阶段，白棋连走两手，它的价值远远要大于之前损失掉的这么一个近乎于官子的这样一种目数。所以这个劫，白棋无论怎么样，它总是非常有利的。黑棋，所以呢，它要跟着应一手，然后黑棋应完了之后，白棋提过来。好在呢，黑棋自身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劫财可以暂且我们说是可以蹭住。不找损劫是白棋的打劫的前提。这一个，黑棋靠，白棋一扳。这个局部白棋的这个下法呢，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它的整体的构思很清楚。虽然这三个子现在很大，但是如果盲目的把这个跑出来跟黑棋对跑的话，会显得有些无趣。而作为这一块棋，当黑棋跑出来之后，这个劫一旦白棋打不过，那么这块棋它就会变成孤棋。所以实战呢，白棋从这个地方震一个，形成了一个弃子的这个构思图。黑棋一扳，白棋之所以在这走棋继续走，是因为他如果提劫的话，担心黑棋一手棋把白棋先吃掉，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缓弃劫。白棋再跳，白棋这个跳为的不是真正的把这块棋救出来，它是为了让此后的这个弃子下得更顺手，让黑棋在吃白棋的过程当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有了这样的一个代价，白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这块棋给弃掉了。然后黑棋打吃完，粘肉，白棋长。再一拐，这个时候呢，黑棋把白棋提劫，黑棋把这个挂角走到，在这个局部作为黑棋来讲的话，此时的这个劫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作为白棋来讲，它同样也是需要去思考这个劫究竟该怎么打。因此，在此时，黑棋先脱先，其实是给白棋一个下马威，问问你白棋是否有勇气继续跟我开劫。那你开劫的话，你要找怎么样的一个劫材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此后的这个实战进程，包括在白棋后面的这些处理方式和整体的一个局部构思上，都是有非常精彩，是充分体现了李氏十九段个人特色的这么一个下法，从白棋的这个巧妙的手筋，再到后面的，我们将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局部下法来看，这盘棋都是非常精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棋友们期待的棋。
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棋思妙想》，我是王相如。在上一盘棋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李世石九段与范蕴若的对局，围绕着右下角白棋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下法。此时呢，轮到白棋下，白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劫当中，白棋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是缓一期劫，所以当初黑棋的上一手棋在左上角脱先挂角，也是给白棋一个下马威。此后白棋的这个下法非常的有，可以说是很有这样的一种构思的这种方式吧。白棋既没有在下边开劫，也没在右边围控，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白棋从这个方向震过来之后，通过弃子让黑棋在这损了两手棋，达到把右边的这么一个势力吧，逐渐的把它扩张起来了。现在白棋断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白棋在为这个右边的打劫在做一个头绪，制造劫材。黑棋打吃，但是这手棋本身会不会损呢？这是白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了。实战呢，黑棋挡下来，对于白棋的这个下法呢，黑棋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它在这个找劫的过程当中让白棋变得更损，只有让它损得更多了，才能一定意义上减轻黑棋自己在这块棋当中的价值。这个时候呢，实战白棋打吃，在这么一盘棋当中，白棋接连在两个局部下出了主动弃子的下法，充分体现了李世石这样的一个棋士，他对于全局的这么一个掌控的能力。这个时候黑棋不能跑，如果你跑的话，这边白棋再爬，然后他把这个一粘，断完了之后，且不说这个劫争的问题，白棋能够粘住这个吃掉这两个子，他的目数可以说是非常的，获得的目数非常可观，甚至于白棋还可以再爬一下，让黑棋这个拐变成后手，接着呢再把这个一粘，通过这个断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缩小黑棋左边的这个，白棋完全可以满意。因此，在白棋打吃的时候呢，黑棋吃过来，这样白棋当然要提了。不过提完呢，给白棋的这个左下角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黑棋一大飞，白棋局部活不了。为什么白棋明知道这块棋会被吃掉，而且这个目数还是挺大的？毕竟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24，可能一来一回差不多有30目棋的价值。白棋仅仅是在这个外边提了一朵花，白棋获得的能否与白棋损失的这个目数相抗衡呢？如果仅仅是以这样的上下来而论的话，这笔买卖白棋肯定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棋再想得深一点，在这边打劫的这个过程当中，白棋只有通过制造出劫材来，才能够更有效的去跟黑棋开劫。那这种想法怎么能够把它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呢？白棋就是通过把自己的这边主动的弃子，他只有被黑棋吃掉以后，他在这边，比如说我再走棋，那就是成为了劫材，这就是白棋他的构思，而且也因为提掉了以后呢，后续对于这几个子的白棋，他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去下。紧接着，
白棋长，黑棋跳家，白棋直接用蛮力冲出来，冲不出来。但是呢，他可以先搬一下，看看黑棋的应手。如果黑棋断的话，那就要出问题了。这样白棋一冲，黑棋一挡，白棋再一断。黑棋如果为了救这几个子，他从这边冲的话，白棋就可以把这儿冲过来，就这几个子他就扬长而去了。一旦这边救回来，那么下边的这个棋就不是白棋被你黑棋吃掉这么简单，你可能要收气。一旦收气呢，这个劫完全就是在白棋的这个掌控当中了。所以白棋搬的时候，黑棋需要很谨慎。实战呢，黑棋这步挖一个，在局部也算是一个脱困的好手，解决了暂时白棋的这么冲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白棋终于下出了他之前酝酿了许久来做的这么一个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在这边开劫。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打劫是非常考验一个棋手水平的这么一个环节。作为围棋整体的这么一个大的这样一个阶段吧，打劫我认为是围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艺术。在打劫当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找劫材。那你找劫材也是要考虑它每一个劫材的价值几何，或者也要判断对方如果消劫了之后你的这个取舍。再一个呢，就是像面对这样的缓一气劫，又增加了打劫的难度系数。但是从实战白棋的这个下法，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打劫的难度，让我们更多的可以欣赏到高手他们在这种处理这种打劫的时候，会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他们的这些想法。就像白棋实战接连的在这两边下出了这种主动弃子，给自己制造出更多劫材和头绪的这么一种思维。其实说到这，又让我想起啊，虽然我们这盘棋的这个主角是两位人类的高手，但是呢，说起李世石就不得不想起这个 AlphaGo，人工智能在与李世石进行的，在16年3月初与李世石九段进行的这个人机大战五番棋，可谓是掀起了棋界甚至是圈外啊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这么一个焦点。但是从这五盘棋结束之后，在圈内很多棋手会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计算机它真的不会打劫吗？因为从当时的五盘棋的内容上来看的话，计算机它很多时候是规避了打劫的可能性，甚至于有一盘棋，也就是李世石九段唯一获胜的那一盘棋，本身是可以以一种打劫的方式，计算机来取得很好的这种应对，但是它因为可能在一定意义上程序自动的规避了这种打劫，所以导致最后甚至程序已经是我们说的程序紊乱，然后下出的招法有失当时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水准。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去猜想，打劫在围棋的这么一个范畴当中，它究竟扮演着怎么样一个重要的角色，能够让计算机已经到达这么高的水平，但是依然很惧怕去打劫。当然，可能随着计算机版本的升级不断的更新，有朝一日也会把这个打劫的问题，会把它通过科技的手段给解决掉。但是毫无疑问，也证明了打劫在围棋当中它的重要意义。
好，那么我们在这儿看，白棋这一班亮出了这个杀手，黑棋提劫。接着呢，白棋从这儿一冲，之前做的这些所有的准备呢，都是为了开劫，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提也并不是说白棋要把这边乱损一通。我们看到白棋它也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外边呢断掉了以后，这个潜力是不可估量。而本身的这个交换或者说这个转换的话，白棋目数上是有一定的损失，但是从此后的发展来看的话，未必白棋就不好。然后黑棋粘，这个时候黑棋骂的时候呢，就是为的只是说能够确保这边这几个子的这样一个联络，如果现在挡住的话，白棋他还是可以从这边挖过来。黑棋粘住，这样呢白棋再跟黑棋尝一个交换一下。假设这个黑棋不走啊，这边被白棋冲一下，虽然吃不掉黑棋，可是呢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子其实对于这边来说是一个棋筋，就算黑棋你把这边断吃了，现在左边轮到白棋下，白棋这个一小尖从杀气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应该是要投白棋一票了。所以实战呢，白棋长出来，黑棋这手其实必须要补的，然后白棋再提劫，或许是因为李氏十九段在接连的这个两个局部当中下出来的下法都非常的有想法，很独特，同时又给黑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此时年轻的小将范玉若或许也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在重压之下也是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就是他这个时候找劫的时候往这儿压了一手，这手棋的错误会在实战后来的这个进程当中体现。那由于后面手数非常多，那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白棋在打劫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这种包括弃子啊这些构思。那所以实战呢，黑棋贴的时候白棋他就不会在这边跟着走了，把这个劫如愿以偿的消掉，吃掉了黑棋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包括子双方已经有32目棋，加上一些这个其他的虚的目数的话，这个劫之所以能够被双方看中，是因为它的目数确实太大了，也接近40目棋。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白棋呢目数也是有一定的损失吧，就是它这个角还是被黑棋吃掉了，此后又在这个围绕着这个黑棋的这一压一个进行到很多的这个手数，我们就不再这样这一期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介绍。总体而言的话，白棋的这盘棋的精华所在呢，就是在于他如何面对打劫的时候非常的沉着冷静，在这边主动的采取弃子。我们都说如果说你被动的被对方吃掉的话是不叫弃子，那是你叫被吃，只有你主动的去构思去选择弃子被对方吃掉，那才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作战的策略吧。因此呢这盘棋最终呢还是这个白棋虽然在这边整体的结果非常不错，但是黑棋还是获得了胜利。好的，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